2003年参加企业家研习营，就感受到大家在社会上所谓求名求利以外，还有这么多有心人无所求的，真的在付出来扶持这个团体，使我感到非常的震撼。所以说回来就报名参加，辞呈啊，然后就开始培训。主席，啊，你这个大头家，啊，拢去做啥物啊？哦，做这代志会用得做呢？办活动的时阵，需要真侪卡手。布置会场，也阁有环保，咱安尼吼，有钱会出钱，有力会出力。唔过吼，我吼无迄个时间咧，安看免哪来做。哦，无时间出力，但出钱嘛是功德无量。安尼，无，我著来关一个铃铛，你看安那？感恩哦，感恩。看到人也真欢喜，也是真感动。那欢喜心、感动的心、感动的，会互相带动，带动出了做好事的欢喜心。你看，这拢是一个心念嘛，起一份的欢喜，一份的感恩啊。咱都只。已经看到李董啊，他就是去参加咱主席呢，证书生活呀，真侪人啊，拢也唔知影到底主席是咧做虾米啊，不只是唔知哦，确实呢，耳闻，伊也都听人讲哦。无正确的话传啊，都入家己的心，都是先见之主。每一回啦，咱那是办证书生活，也拢是社会啊、企业家、学者啊等等呢来参加。我拢会去听到人讲，哎呦，那会安尼入来参加了后，了解了后，甲外面咧听，那会拢无同。外面是听安怎啊？伊就讲，外面咧传咧拢讲，主席真有钱啊！我若听到安尼，我就心讲感恩咯、因为遮济人伫咧祝福啊，咱若一定爱互人伫咧甲咱祝福啊，咱呢总是会较有福啊。大家人拢无去用心去想，想主席45年迄当阵。那就是刻难中成长，45年开始，咱安怎做呢？从无啊，对一个老人家，那就是在迄个菜市场的隔壁，有一间呢非常非常破烂的一间厝，迄间厝的内底呢，住着一位。80多岁的老人，那他是从带了来的，那是因为呢，功夫啊啦，这个太太呢，要来找先生，先生已经亡身啦，伊要搁倒转去呢，已经无法度啊，所以吼、这位老人呢，从安尼的华联定居落来，但是啊，老啦，无依啦，所以呢，咱成立的第一个月，就是救这个老人。咱唔只是干那个救济，因为你钱可以无路用啊，因为呢，伊无法度行出门去，伊的辛苦啦，一切的代销便利呢，都是足无方便，所以咱开始呢。请人煮饭和吃，请人改整理，从安尼开始，这都是咱组织的第一个月。第一个月呢，那有法度开始呢？安尼照顾一个人呢，当然第一个月，大家人拢在5角银开始嘛，吼、那30个人的5角银呢，
那一个月呢，嘛才偌侪钱吼、哦。所以啊，就是咱正下啊，做囡仔爷啊，啊安尼来给他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对一个老人开始，就大家人都滴无啦。伫咧救贫的中间呢，发现着病，那就开始啊，义诊啊，等等啊，啊，感觉着讲义诊阁无够哦，所以就想着讲爱去医院。这是伫安尼短短的十几年间吼、哦，咱组织的第二十年呢，已经呢，甲这个病院要去病院的轨道呢，开始铺起来啦。这个、时间就是安尼直直过来，好开始去病院啊，开始去学校啊，这呢拢是爱靠的，人人点点滴滴啊，点滴拢无漏掉去吼、哦，才有法度为社会啊、哦、来建设，为贫为病吼、哦、啊来建设，为教育来建设，甚至呢整个台湾呐、啊。咱安尼真普遍伫咧救济，有个人就讲吼，啊，阮内拢唔知，敢那知影有组织，唔知影组织伫咧救人，其实呢，咱就感觉讲，啊，咱做得对啊，所以从台湾一直到国际救灾，也都一直去啊，啊，亲像即回啦，澳洲的灾难情。啊，咱伫迄个布里斯本诶收容所，啊，咱底下摆一个大位的中立来看一时啦，看咱伫咧发放迄个毛毯呐、啊，还给他们的限制卡。除了毛毯以外，伊嘛有需要吼生活应用的物件啊，所以一看到咱伫咧发放吼，真踏实。啊、看到迄个摊啊呢，伊安尼懵懵的啊，那这么好品质的摊啊呢，我们开始就给他介绍讲吼，啊，这都是宝特瓶回收，我们再一次的，就是这样的摊啊，他很惊讶耶，感觉讲不可思议啊，是真的吗？所以吼、哦，伊在咱的摊位呢，哦，问真多代志啊。了解吼，啊，真赞叹，这是的。这两三天啦，咱开始呢，已经伫咧发放的物件，拢是呢对灾民呐、啊、哦最实用的物件。这一次呢，我也很感恩长荣航空公司呢，帮咱呢要运五千辆的摊那过去。啊，华航呢也是吼、哦。为善不落人后、哦、也免费给咱运输、啊、所以咱就再给五千辆，还有呢有包啦吼，自公爱心，所以呢这样社会的爱啦，每一个企业的阶层彼此呢都可以发挥他们的爱心，那安尼呢，哪怕呢在这么遥远的国度里呢。我们要帮助他也很快，真很感恩物资来自于台湾提供。这一次呢，台湾一定爱改支援啦哈，就是亲像这种的叫做非常时的大灾难，组织呢一定爱改支援。不过呢，虽然这么说，在澳洲的慈济人呐、啊，还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。哦，啊，除了澳洲以外呢，巴西呢，慈济人这几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天下灾难的天多啊，这嘟嘟桂林呀，然后我们就已经呢，为巴西还有呢澳洲呢这两个地方啊，都在动员中哦，所以共慈济人啊，点点滴滴的汇起哈、哦，我们要。照顾的是这么开阔的地方，全球呢，哪里有灾难，慈济人呢就哪里去付出，这都是呢一点啊滴水入大海啦，就可以成为永不干枯掉的哈、哦、啊这个水，这实在是很感恩啊，各位善感恩以戒胜虔诚。
非常重要，这都是来自于一念心啊。佛陀就说啊，众生啊，共业，可以共恶业，也可以共善业。共善业呢，就是有福平安啊，那是共恶业啦，那是灾难偏多，就不平安啦。但愿我们人人呢，都是共福业哈，共福业啦，希望咱会当时时平安，这嘛是对心开示啊，净化人心呢，是师父这一几十年来呢，一个心愿甲目标啦。人心不净化，世间呢绝对无救。啊，咱若要救世间呢，一定要先净化人心，先救心。